谢谢十月的小心心。这边小月亮也不发个信号，不发信号怎么套鸟啊？ 一个触手你救不下来。 哎呦！点的有问题。 被偷了，还在这边追我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。
的是修机修到最后一无所有。真的不玩解蜘蛛啊。然后我先留着了。这空姐干嘛呀？溜得好好的，非要送个隐身。杰克手上扯不下来人，贴都贴脸了，下局见。一个白给就算了，两个都白给了，你信不信这幽冥还能倒？真是救啊，有鸟你怕啥？这都能变到十，
万一下来了就尴尬了，不能太膨胀。把机子踢了，我日！大夫有枪，哎呀，应该提前给的，提前给我要怕他骗鸟。
那是真敢传，人家不怕白给。过不去喽，只能玩板喽。比砸红蝶更爽的事情了。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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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，哎，完美。这图玩黑白也是个狠人，这样打娃娃呗。
送烂没劲的他在，没劲的他在，大副两人那佣兵也没发信号，我也不知道他机子在哪，反正小门那一块有。 干嘛？准备摸起来了哦！他来机子，他来佣兵了。 又挂 VIP 他要下来了，贪干！给你就，哎呦我的妈呀！ 这就非常尴尬了，没事，最后一秒把我娃娃换了，没爆点，吓人，刚才炸了我的碗了，还能骗他个耳鸣。 正好，送了个快递给我。 转是转得到，这个图特别怕砸。
哎呀我日，他就是顶着眼，顶着眼睛，顶着眼球啊！这还想拿存在感呢，这想的倒挺多的啊。下次就应该用律师，再碰到这种阵容，不想玩那就一起就别玩呗。这搞别人心态呀。那看到大斧头就大。说句实话，僵尸吗？他到底是谁呀？没剧本判定呢，哎呦什么时候改得这么准了啊。
都没拆，看一下。只差一台，没一刀。如果我能把鸟吸出来，我差不多了。用力扛刀，扛刀！哎呀，完蛋！没给出去啊！哎，算了，还是三跑。我看见有个人头是扯，头是往后仰的，那个人头，什么恐怖游戏？什么情况？怎么是个厂长？再来一瓶香水，哎呀，没了。鼻子被扫了，还修？勾引一下，哎，把木炭带走。
我靠，一个人修三台。 落地飞人呢？哇，没电了。 知道的大船油电机，没什么事干，菜娃娃。我咋的？头锅铁啊！ 修不动，我拆你娃娃，没事干。那好，可以抽。 打着了，大船那边拉，娃。
发不过去得拉。哎呀，原地抽刀了，我以为他要过板刀。哎呀，我卡位了。吊着鸟不好吸。还差一台电机。还不好溜，啊！落地刀撞倒了，兄弟保死我呀！哇靠！挡什么刀？普通对局是不错了。哇！这改的是真的牛批，提前下的板子还聚到我人。我把人在船上呢，你干嘛呢，小丑？哎。没睡醒呢，你看大家闪现秀操作了，我说怎么来着？别倒喽！不然又没倒了。
妹在干嘛？怎么站着不动了？你急着也不修。我们一开局就到前锋附近了，我就不拉了，瞅上我就直接修，就堵这个屠夫再抓别人。杰克搬佣兵，这不白给吗？这蜘蛛搬佣兵还好打一点。哎呀，这有点尴尬了。找娃娃，你找我干嘛？你赶紧把这机子亮了。没开，没起一点啊。
别出乌鸦，我就没了。 他白给了，完了！哎，他没看见我，没看见我就超低了，我也得穿得齐一点，差点翻车。 黄衣在想什么？哎呀，这黄衣心态崩了，虽然白给了。 他又开始，这黄衣又掉下去了，这黄黄衣骂人。那这把是真的心态崩了，这个黄衣。 他又要开始。 还生气的，打我也没用啊，人家都跑了呀。
成七了，成七了。只能骑啊！开门呐！这你都能控到，他以为我没自愈。完美去世。咋回事？你这个人半天没人上椅子，椅子撩起完了。老子弹了一下，
闪现打墙。那你别想挂上人了呀。好，换条枪，不起来我还能撞。白给两刀，空姐无，现在没减速了。我还有球呢。能亮吗？亮不了。枪呢？哎，生气了，掉下来了，白给了。现在黄奕慌的一批哟、哦，看谁能起来，再不如点了。机械师你不追你追啥啊？
香水用完了。你往哪跑呀？你不往鬼屋后面跑，七点好吧？七点我记得。我靠，差一台终点的，终点没人修。感觉要飞我了，我不需要，让他飞。因为你真敢飞啊！我是真的不怕白底。菜我回去修，菜我继续。现在全速修，快得很。莫名其妙的亮了，那是真的牛皮。这么好的节奏，你说他干嘛呀？回手掏呢？他传就传嘛，怕啥呀？难顶的，必死一个。
让我摸一下三脚乌鸦。 真的是不灵性的这个人，他都没刀了，让我三幺五幺，我用娃娃偷一下。<笑> 追了，可以。大鹏二楼还是烦人的。 这些机子也没用了，我他妈下来，我这吸你一会儿，我转大房了，他们完全可以重新吸。
哎呀，那是真的秀呀，兄弟！苦逼都不管。江苏挂人，你有用吗？你又没用啊！除非你能拦住人，拦住人那算你牛逼。吸吸吸，吸满。小妹好，小妹好，看哪一脚？搞什么？两个人去救？神仙交流？哎，有受难的，有受难都看不见吗？调是骂人鱼丁，好吧，调是骂人鱼丁。带了个收纳的都不戴眼镜玩游戏，
我操，这么死！幽冥修的起点，切到起点看。 压根就没动过，反正它有传送，重新修一样的。 冰岛，你想控场？那这样的话，如果这电机没修完，大副倒了直接点，不然这把要等等的输了，不能跟着他的节奏走。 两个人交流好，能赢的局。那调香师特地带了个受难，防止出失误，结果两个人眼镜都没带，也都不打算让。